我萧凌此生独中叶冰裳一人，此生不渝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美丽的女子。这位姑娘是？是柱国将军的千金。叶姑娘，天气渐冷，小心莫着凉。自从当年宴席上初见殿下，我便有一句话一直藏在心里：得成比目何辞死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我一心源于你，我是要做你的夫婿，而非一个剩女的夫婿。这些难过失望皆是你真情流露，我珍惜还来不及，便会因此怪你。容颜有一天终究会老去，人心也会有变化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让爱慕能够持久的。我也不知我为何会喜欢冰裳，我从小到大一言一行都讲规矩讲道理，唯独喜欢他这件事，我是随心所欲毫无理由的。六殿下昨夜派中太孙信来说，他今日休沐会来周鹏帮忙，这算算时辰也该到了。真是活菩萨，这么多年来每逢初一时五都亲自来周鹏施粥。你们好，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生他三五个小王孙。我已请缨出战，战场凶险，军中艰苦，你一向柔弱，即便是死我也想死在殿下身边。殿下带我离开吧。如今社稷飘摇，我虽为储君，却也是你的丈夫。男子不幸多因自身缘故，而女子不幸却多因为丈夫。此生全靠殿下庇护。殿下战事不利，若我来日以身殉国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国运本就盛衰无定，眼下的局面也并非你一人能左右啊。若他日我战死，如果有那么一天，也愿与殿下同死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护你周全。我不想走。回来圣都，总比在前线安全的多。扶王妃上车吧。以后，冰裳不在你身边，千万保重。如果能变成蚂蚁，我等你回来。你我两心相许，冰裳的心给了殿下，这辈子再也不会给别人了。宣城王妃自打进了宫，就日日跟着王后贵妇，尝了簪花小楷，还要跟着吃素，一点荤腥都不见，怪可怜呐。若我用刀直接把她挖出来呢？他人眼中我是天之骄子，坐享其成便可，但一切并没这么简单。结束乱世，平定天下，造福万民。我真的害怕以后再也见不着殿下了。